你还在吗，依依？哎，快来救我呀！啊！这儿，这儿，依依看出来是一个文静的女孩，不愿参与你们这些内斗。节奏很紧，然后又有好多其他制作，所以到这一轮就是内容上各方面就是定的比较晚，因为前面工作量太大了，出的晚，道具工作量就在赶进度，一直。明天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没有来不及的工作，就是会评估嘛，有的来不及的那就是做减法，先保证功能性、安全性、美观的东西可以相对舍弃，这个都是昨天晚上材料才到。就一天达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那我们试游戏啊。好呀。好，你往后站。我觉得可以不用。准备。往右一点。可以。往你的左，你的左。我这什么？完全猜不出来，救命！你不要挥手，这样跳。是个门。出不来这个题，出不来哈，这题不行。我，这个人，白肉了，不是白肉吧？别别。好，对了，先一个正确答案，对，正确答案。我那个，哇，我以为是假的呢，绝了。不是这种人物组吧？这种人物组好无聊啊！你要也是类似于 MC 在节目中好玩的照片什么的吧？换了一个题啊！啊，豹子，猎豹，答对了。我也是动物。黑熊，哎，熊猫，回答正确。你怎么看是熊猫的啦？黑色爪子。啊，北极熊。回答正确，北极熊。啊，还以为是跳起来就是蛙呢，你要吃。你这样跳。是全部的题吗？对，太无聊了。现在就是所有的图都太正经了，就是图本身就是很无聊。好的，有一些图片啊，你们重新调一下那个题面的画幅。对，图片的正确答案可以裁到整个松鼠是靠在右边的这个画幅里面的，中间都是空白的，是个森林虚的一个景。这样的话，它在跳大家才这里嘛，哎，这里没东西啊，你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看看，在右边。因为你切出来，比如它是一个倒着的，是个斜着的。比如说你新版的传奇，你应该是用它幻化成蛇的时候，它的不是缠在那个柱子上吗？啊，头是人，但下面是蛇尾，就是它以为是蛇，其实不是，是白素贞。好的。来。哦，这个眉毛。包青天啊，这个是。往你的左边，左边一点。我谁啊？好的，接正确答案看一下。倒过来好的呀，倒过来好的呀。再找一批。晚上我跟你看一下，你好。今天还有半天时间，好的，发动大家吧。弄完之后，明天上午我们自己再测一下。你们别都盯着这个场地，先把图更重要。这个施工现场昨天晚上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起雾了，看到上面那些架子，然后昨天晚上起完雾之后，所有的颜料全部都往下掉，这雾就跟寂静岭一样。昨天还有95%都用不上的题目，后来你们是怎么解决的？通宵找题目，连夜找题目，找到了凌晨3点。哪些你觉得不好的，我们直接就删掉了。从三题简单的先开始啊，13、14。13、14。是不是没有人物体制作？好像是的，那么放李晨那一张吧。61。好，那我们答案顺序就这样出了，好吧？好。好。摄像老师准备。草坪，打板。
萝卜，白萝卜，就是。这么没有内涵的题你也能出？那你倒是猜出来呀。我都没想到从你的题里有白萝卜这个题。这个白萝卜不同于以往的白萝卜。哇、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热图片。透露一下，你觉得里面可能最有效的题是哪几道？今天有个萝卜。对，就这根腰上的萝卜。